臭怪兽，赶快把我的薯片还给我。乔治，发生什么事啦？奥特曼叔叔，刚才有个臭怪兽，他把我的薯片都给我吃光了，他还跑到这里来了。嗯，乔治，你肯定是看错了吧，他们几个都是我的小奥特曼。奥特曼叔叔，你赶快就让他们变身，那只臭怪兽他肯定就在里面。孩子们，你们赶快变身，快让乔治看看你们到底是奥特曼还是小怪兽啊。好的爸爸，我小灰要来变身了，快看，我是小奥特曼吧。我小绿也要变身了，我也不是怪兽，快看，诶，我也是小奥特曼。我小红也要来变身了，诶，快看呀，我也是奥特曼吧。我今天没有吃饭，我好饿呀，我打不开。哼，你不打开肯定就是臭怪兽。乔治，你不要着急，只要有小伙伴们给他助力，这个小奥特曼他就能变身出来了。哦，小伙伴们赶快给他加油助力，让他赶快变身，我倒要看看他是小奥特曼还是臭怪兽。